我救过的人鱼被我召唤出来了。为了拯救我，他意外受伤，生命垂危，我该怎么办？张助理，叶飞突然晕倒了，你赶紧过来。看你还怎么抖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我的未婚夫啊。叶飞有我照顾，不用你担心。那看来不需要我告诉你救殿下的方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求我呀。苏菲亚，我求你。救殿下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需要百慕海的那块红宝石。百慕海，爸妈遇害的地方，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？反正方法已经告诉你了，害怕的话就滚回去找你的外星人备胎去。姑娘，前面就是百慕海了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好的，谢谢您了。叶飞，等我。请问呢？我只是告诉他红宝石能救你的命，他去哪儿我哪知道。我警告你，最好请让他没有事情。真恩，等我。